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一季真的绝了，什么地方都有，而且还要去露营。哦，我觉得露营真的很酷，那风景也很漂亮，应该搞个野餐之类的 picnic。 我之前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睡觉前我会看那种露营的视频，就他会在那边搭帐篷啊。我看过那种视频，那个也很解压。对，他就不讲话的，他就干搭。对，我本来以为昨天我们俩去那个荒野求生就是这样，也是这样是吧？我也以为，可能自己扎些什么东西。移动城堡就直接扎一个移动帐篷。对，超车，哦，突然加速超车了，我感觉开车好爽。我回去要重新学，重新捡回这个开车的本领。但我感觉我要是特别困，第二天睡醒都是双眼皮。但是你现在就是它会恢复啊，很短暂的双眼皮。我的三眼皮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，我很烦。它有时候会半个月都这样。啊。嗯，然后就有一天睡着毁了，醒来突然又没舒服。懂。它就是看一个状态吧。它不会要这样一直到节目结束。哦。哈、啊、哈、啊，我哭。不会的。气死我了。肯定明天睡一觉起来就好了的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自己双眼皮，每次睡醒感觉就是第二天眼睛肿的是双眼皮，我就特别开心，我觉得我要变成双眼皮了。小时候就想双眼皮是吧？对，我爸妈都是双眼皮，我弟也是双眼皮，就我一个单眼皮。就是基因吧。对，然后大 A 小 A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因为我的眼睛就是有点狗狗眼，你知道吗？往下垂的。我也是下垂的。所以别人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眼睛，我说想要这样。就希望眼角上扬一点。对。我这个也是下垂的。没有，你是还好，就是平平的。你是上，你是往上的。对，我是往上的。对，我看不出来。我这个叫什么眼？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丹凤眼还是叫什么？是有点。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这种眼叫什么。我去溜溜吧，去溜溜吧，去溜溜吧。走吧，跟姐姐去。宝宝走。他好活泼啊，感觉真的是他在溜我，而不是我在溜他。真的很累，溜他真的很累，有人懂吗？你真的很，真的就溜了一圈，他自己在跑。对，精力真的很旺盛。要死！我要有种狗，真的会离不开他。你养狗了吗？没有，我养猫。哎，你养什么猫啊？就是美短，起司猫。美短猫，美短不是很可爱吗？有点活泼。你养了一只猫，你不想养狗吗？就是你跟狗玩得很好啊。想养狗，但是养狗太麻烦，就是你跟它玩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要。你得遛它，狗是每天遛，你猫就不需要嘛。是的。坐在我脚上，太乖了，宝宝。我会离不开它。把你带走吧，怎么样？把你带走，你跟我走，如何？他也不找他的主人，还跟着我们玩。跟着我玩，你的主人呢？你主人呢？还是陷入深思。你的主人的宝，他是我的主人。怎么就是今天玩完了吗？撒娇。这个是撒娇吗？撒娇，小狗肚皮都露出来喽，肚皮都露出来喽，怎么这么可爱哟？好乖，怎么会有这么乖的狗？下一个了吧。没有考上理想的学府，周围人的期望很大，导致一直活在愧疚中，觉得很失败。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周围人的期待他对你很大，就他的底层逻辑就是因为他希望你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更长远的去看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。我觉得范范说的那个真的很对，就是父母对你的期望可能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你上一个好的大学，比如说我要拿你这个东西去炫耀干嘛的。他只是在他的思想观念里认为你上到好的大学你就会有好的生活，他本质只是想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仅此而已。对，
就想就不要有太大的负担。然后其实这也是看你自己对成绩这个事情你有多重视。嗯，如果你是觉得我还是想在学习这条路上证明自己，那你就接着学。但是我得到的教训是，哪怕我在研究生上就是成功了，申请成功了，我觉得我自己证明了我是可以学好的，但并不代表我的未来就是清晰的，或者是我的前途就是光明的，就什么都不代表，就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。学历真的什么都代表不了。这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窒息的成分在的，需要一点点笑话来打破一下这种尴尬的气氛，心里可以缓和哈。沈月你先来一个，讲一个笑话。有一天我在家里擀饺子皮，然后擀着擀着那个饺子皮就哭了，为什么呢？擀饺子皮，饺子皮哭了。对，肯定是个谐音梗吧。因为他被我感动了。可以 ，yes， 感动了哈，感动了。你搜集到这个笑话那一刻，你觉得超棒，超棒。梦玲来一个，我有一个，我每次都会讲的。行，就是哪一个人一直在找笔？找什么？谁一直在找笔？写的这个笔吗？嗯，找笔。Michael Jackson。哦，他猜对了，对。来，你们继续猜，你们继续。Michael Jackson 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Michael Jackson。壁垒。我壁垒，我的壁垒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我接着易梦玲讲一个类似的。来来来。哪一位电影演员最口渴？最口渴，李小龙。对。因为他随时随地要 water。 哦，是啊。是这个吗？是这个。我听到逼我就想起来了。这个啊，这个 water。 那个这个真的要接着说就更好。来，往下看吧。